渔人码头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在呢我们第一国际游艇这边跟大家招个手，请大家出示欢呼声。还有很多来自屏东的朋友哈，还有来自高雄的朋友，这边的朋友欢呼声，感谢有你。今天呢破纪录哦，我们渔里码头呢还没有正式启用就已经客满了，也代表市政府还有我们第一国际呢欢迎大家，改天呢我们一起坐游艇好不好？那也跟我们在舞台前面的朋友挥个手，大家好，大家晚安。那么更感谢呢在左手边呢贵宾区呢我们许石的家人也特别来到这边哈，那我们是不是掌声欢迎他们好不好？好，特别把他们放在这边，因为这样看过来呢这个景最漂亮，可以看到船啊。是，那今天呢这个活动举办，我们要感谢我们许石团队的协助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音乐会。那今天这个音乐会非常非常的特别，许石在今年100的这个周年呢在台北各地方都举行了盛大的音乐会，只有这一场是单独办在户外在海边，而且是用比较纯演奏的方式呢来做许石老师还有杨三郎老师的一些音乐作品。那用乐器演奏起来呢可以表现他们在曲子上面的功力他们的作曲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哦。这阵子在准备当中呢，你是越听越好听，越听越耐听啊。那赶快呢在今天我们准备的第一首的曲目是